不对耶，小心一下不是没案子吗？他是在赶什么？有品位的人才能定义社畜的高度。我们伊娜姐呢，刚拿到大案子，说要庆祝一下。尚书大人真机灵，风往哪边吹就往哪边打。小青，我现在要去拜访客户，可以麻烦你帮我整理电动车那个案子的市场评估吗？不好意思，妮娜姐，我正好在赶东西。妮娜姐，我可以帮你啊。谢谢小满，那我等一下把答案传给你，明天我们一起去提案。嗯，谢啊。哎，不对耶，小青现在不是没案子吗？他是在赶什么？啊，我们的西龟挖大饼很会挑案子。同威最近不是拿到香奈儿的贵妇晚宴，看看他有多巴结。Bonjour, Tamu， 又是美好的一天。Bonjour, Monsieur， 姐，这是我整理客户这些年同类型的活动资料，依照不同主题分类。很好。就是这种积极的态度，这次客户邀请的可是全台湾最有身价的贵妇姐姐们，我们一定要掌握这金字塔顶端呈点状分布的族群，有品位的人才能定义社畜的高度，你说是不是？哦 ，Yes， KPI 人脉都是我的了。小班长，你哦。我们伊娜姐呢，刚拿到大案子，说要庆祝一下，啊，这请你们吃。不愧啊，是公司的金牌业务，出一趟门就可以拿到特斯拉年度系列的活动，不但业绩再创新高，还让我们企划部整个下半年都靠你吃穿了，掌声呢！呼，伊娜姐好棒！没有啦，谢谢经理，我只是锁定了金字塔顶端呈点状分布的那些电动超跑车主，希望用品位重新定义社畜的高度。做得好，看来要找企划部的谁一组，再让我知道就好。什么？是特斯拉？我还以为是 GoGoRo 嘞！别忘别忘别忘，还有机会争取。恭喜喽，小晴，准备一下，等等去敞开。不好意思，没有，我现在有点身体不太舒服，可能是月经快来了，还是我在办公室先整理资料，可以吧？哦 ，OK 啊，好好休息哦。妮娜姐，刚好我朋友有做那个电动车的活动，想说这些资料可以给你参考。好，你先放着。之前同威姐一直叫我帮她赶东西，那现在我有空了，如果你需要帮忙的话，随时叫我。尚书大人真机灵，风往哪边吹就往哪边打。没有啦，妮娜姐，以后再麻烦你多多关照。好哦，之后讨论分工再叫你。谢谢妮娜姐。小青，这个农委会的推广活动就交给你负责。经理，我已经在妮娜姐那一组了。哦，经理，为了把关获利，这个案子我跟小满两个人就可以搞定了。经理，同威姐那边的经理专案也需要帮忙。有吗？经理，这个案子我跟凡凡绰绰有余。那这个农产品的推广活动就交给你，这种小型的活动专案你应该就可以搞定。是。先把计划写出来。是，经理。很好，就是这种积极的态度。这次客户邀请的可是我们金字塔顶端。啊，我这样粗鲁两把两句合在一起。哎，不对，不对，哎，不对，不对。他做了一般的孔令奇。